开心啊，两个朋友能够真的认识那么久，没什么试过一起唱歌，然后我对他有信心，所以一定成功。他先把那首歌发给我听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吗？好吧。我听那首歌那天，我是跟他一起听，我跟他拍戏，我给他听好不好听？对啊，然后我觉得一听完就我觉得非常喜欢，所以我就答应去一起唱一首歌吧。那首先很谢谢华哥对我的印象，但是我对于自己啊，我自己来说，我没有太大的信心去唱歌。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是演员。我们拍那部都是演员的身份去拍的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做好演员的本分，对其他的我们都凭强心吧。我觉得永远的偶像是人家怎么看的，我自己就是一个用心的演员。